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继续来我们的一个 AI 的一个练习吧。然后是这样子，还是一样，看到我先打开了这个就 New Document 就新建文件这个页面。今天就我们从临摹开始吧。就上次画了几个 logo，应该都很简单嘛，对吧？然后这次呢，就做一些比较难一点的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是用那个 Google 的，你们用百度的话，反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反正就打这个什么千图网啊，反正就我是随便找的，然后就那个反正就是我们就随便找一个模板，然后去那个 copy 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打一个什么，三折页，好吧？因为这个做那种，我觉得应该做这种三折页那种宣传册还是比较实用的，像这种对吧？我们可能就那就第一个吧，好吧？第一个，然后选上诶。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哦，这样子是吧？难道打开？但打开不是这个样啊？好吧，再找下一个看一看。我想找一个复杂一点，然后就但是又不能说有这种图片太多的，就这种，可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，反正就比较小一点，因为我手上的那个图片嘛，就所以说像这种渐变图片都没法用 AI 画。那我找一下看哪一些，或者看一看了，好像真的比较难选的。像有些比较简单的，我觉得行吧行吧，上它吧它吧，好吧。行，就这个吧。那我们就用这个吧，好吧。然后就开始吧。Pin Screen 对吧？点一下 Pin Screen，然后回来。我们这一次做，我反正我不知道尺寸多大，反正我默认 A4 吧。然后 Artboard 我们设定三个吧。然后 Create。然后 create 了以后，对吧？你会看到所有东西都弹出了，弹出了以后，那我们就这样子，Control R 以后，然后点一下这个，对吧？然后点，先把那个 Control V，先把刚刚那个东西给贴了，然后拉一个小方块，对吧？你们也可以用快捷键啊，反正 AI 我用的不是特别熟，make clipping box clipping mask。就说那一个蒙版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5×5的一个 5mm 的一个小方块，记得不要那个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 Control R 刚刚已经打开了吧，对吧？然后就开始教大家做一个就实体，因为这一个的话还是很实用，做这个三折页的册子。那我们就这样子放大一点的，我现在点着 Control，然后我滚轮往前挪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说这样子对。把这个线给拉了。那通常这样子的，那我先快速把这个给拉了，好吧？OK，那你们现在就能看到了，就是说这一个三折页就没有，这不是三折页，这个就是说那个辅助线拉好了。是这样子，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屏幕，我不知道看，我之前是用就是那个笔记本的那个屏幕直接录的，我不知道现在看，我现在用屏幕在录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差别，没有的话就不用留言了，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问题的，这样留言给我吧啊，让我知道，然后方便我去改进。好，那个回到这个课里面是这样子，然后首先你看到我现在说的 guideline，就是说所有辅助线已经选好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通常我是这样子在 layer 看一下我鼠标啊，左边这边，我通常会把它作为一个 guideline，就是说这边我不希望能动到它，就这样子 guideline，你可以写那个辅助线或什么的，然后我会把它锁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通常我就开一个新的 layer。那新的 layer 是这样子，但刚才我们还没有完成呢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是三折页嘛，对吧？那怎么样去保证一个三折页完全是正宗的？最简单的方法就这样子，好，那一个好，红色的对吧？然后点一下 V，拉一个复制一个出来，按照 Alt，然后复制一个出来，这个操作我现在点很快，你们练一下啊。然后我再点一下左键，按着 Alt 再拉出来。往左边拉，那这时候按着 Shift，它就不能那个上下移动。反正你就也就是说，同时按着两个按钮。对，你们练一下这个操作啊，这个操作还是很重要的。然后现在这样子，对吧？啊，对齐了。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想怎么做。对，其实这个方法就最简单的。当然它也是最无脑的。如果你说把什么这个尺寸 A4，大家要知道多少？好像是297嘛，对吧？297的一个宽度。那297宽度的时候，你除三哦，我觉得没意义了。这样子做最简单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给关掉一下，这个锁啊，
点一下这个图层啊，记得，不然的话别把图层弄乱了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一样把它拉过去，对吧？再拉一下，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正中的完全正中开的一个生殖液，对吧？当然有时候你们说啊，可能有时候纸有厚度，对吧？折起来不是那么正宗，对吧？这个就印刷厂会帮你搞定了，这个不用担心啊，说实话的。然后这时候所有的一个什么，对吧？你会看到，哎，这个图层对，旁边有那个两个小方块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线不在同一个图层上啊。这时候我们点开一下，把这两个多的线，当然我不知道哪两根，反正我全都要挪在这，然后锁一下。哎，你看这时候不能选上，哎，这三个块没事。对，你看到点什么方块选什么啊？好，那一个这时候开始，那文字什么的这些我都不要啊，反正文字什么的那些啊，好的，你看这时候选不上，为什么？对，那个东西被我丢在图层下面了，那就这样子，我们把它挪回去，对吧？你也可以说剪切，然后再把它那个就可以把它剪切，然后到点一下另外一个图层把它贴上去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一个，那这次我们这个会做的长一点，这个视频，反正一样到半个小时，我不知道做多久，反正半个小时我一样会那个啊，没问题吧？OK，然后下来是这样子。那首先我们先做，你看它的折面比较多，对吧？这个渐变啊，应该怎么去做？通常就是很多个透明层，那就这样子吧。我再开个新的图层，对吧？我把它放在底面。我就大概放一下吧，好吧。其实作用也不是很大，就这样子啊，你反正就方便对准就是了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几个东西，就是一张图，对吧？图就我们把它弄成黄色的吧，可以吧？那就反正就一张黄色的，我们就不管它了啊。然后就下来这样子，反正做的方法很多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把中间这个黑色给弄出来吧，可以吧？那点一下 I，对吧？我们抽取一个颜色，但它这个是渐变的，从浅到深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时候就这样子，我们选。点一下这个gradient，就算那个渐变啊，然后通常是在 window，然后 gradient 的，或者你可以打那，或者你可以 search，对吧？啊，不是，或者反正就是在那个 window，然后那个 working space 这里，或者是说 gradient 啊，这里，反正就是说啊，Ctrl 加 F9，反正基本上所有功能都在那边，可以找之前说过的工具栏啊。那现在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反而回来了。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，那黑色在右边，那看到完全是按照这个。那我们这样子，再这样这边，好像不太行哎，好像不能直接抽取，因为它这个是点阵图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去做啊。我们这样子，这个switch 这个怎么 swatch 的一个色块，我们左右把它拉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像这样子相对比较接近啊。颜色上面我们先不要纠结那么多，可以吧？反正就是到时候要调，可以调再精准一点。反正先大概做一个效果，这个比较简单的。然后我现在看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它是不同透明红色图层给叠起来，叠起来了，对吧？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把红色的这个块给画了，可以吧？那就这样子，红色的那按着钢笔工具点一下 Shift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我把所有的块给就是说那红色块我先给调一下，黑色的也给调一下。那我这时候点了 A，对。点了 A 就为什么？对，就是那个控制那个东西的，就是这个东西的点，就是那个块的形状这个点。那你看现在两个块完成了，那一样我就，然后大家也重复这个，反正你们可以拿不同那个来练习啊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大概抠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就这样子，我们弄个红色。然后这时候它有点透明的，对吧？这个效果不要怎么做到呢？对，就很简单，透明。尽量教你们用简单的效果来做，反正我不会教你们用很复杂的方法来做完。通常就50%透明嘛。啊，现在好像有点浅，对吧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会再那个。那这个黑色，我照这样看应该是没有一个渐变的。那我们照样用黑色，啊，反正就这个，还有这个小块的，这样子。你可以一开始就把它那个抠成也不行，一开始就可以把它用浅一点灰色，但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透明的，反正所以说，通常透明的反而默认就是一个用纯黑色呗，就是一个这样子两个纯黑色，好像有点浅，有点浅，但其实它这个图你看到，我们看到那左边这个好像透的不是很清楚，因为它这个图也不清楚啊，然后它这个底是在下面的，对吧？一张眼睛的这样子的照片。那其实红色的能看透明底，原就是这张底图。你看这里透到能透，对吧？那也就是说，上面这个在最上面，这个在中间，然后这个底图在最下面，能懂吧？讲得有点抽象，
但我觉得还 OK，好，继续，这个也是透明，那我们就这样子，还是50%，好像有点，因为它有底图，那我们肯定没办法说做一模一样的一个颜色，70吧，70好像有点接近了，因为我们深浅度肯定不一样，然后而且我们用的红色，我觉得也是不是一个红色，我是比较懒，然后就用一个差不多的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重点是这个效果，对吧？哎，OK，那你看这个。这个红色我们就完成了，是吧？重点要教你们这个方法，主要是，然后这时候下来，你看到反正就能看到人爹底，对吧？那我们这里有能看到有人爹底，只是说没有他这个这么明显就是了啊。其实还是有的，你看这块是比较深的。那这个颜色你们可以自己慢慢去那个调整啊。反正我就不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比较无聊东西，反正调颜色这个东西你们都会，对吧？你们知道怎么去调，对吧？反正这里，对吧？你看我现在鼠标那个位置，吸管，反正你爱用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。那然后剩下呢是这样子，现在我拉一条直线，然后就这样，对，然后为什么是也不用，反正就我本来是想做精准一点的，不过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，就直接这样子拉回去吧，反正大概这样子点一下鼠标啊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好吧，然后就大概这样子吧，好吧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不会很介意，反正图片所有东西我用一个黄色来呈现吧，虽然很丑，但是那一个方便你们看。好，那个再下来企业文化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一点开就这样子，反正就那，首先小标题，对吧？小标题的时候，好，那个我先打一下企业文化，对吧？企业文化，那首先通常 A4 纸是这样子的，标题通常我们设定是18好，好，不好意思，A1 我拉过来，有点大，没关系，先把这个删掉，或者标题记得点一下。然后这样子，刚刚那个是正文的格式，为什么？之前我说字体的时候有说过，忘记同学翻回去看一看啊。然后下来企业文化红色，我们照用这个吧。反正颜色你们真的不要拘谨，字体啊也不要拘谨了，你们自己看找一个喜欢的吧。反正下字体什么的，你们想那个就是说想自己把字体怎么导对 AI 的那一个，你们如果你们需要我再说一遍或者怎么去处理一遍吧。就怎么去导入这些字体啊，什么这类的，你们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专门开一个视频给你们弄就给你们说怎么做这些东西，反正也可以百度，我觉得有些很简单的东西不用去我再说两那么多遍了。好，字体通常是18然后这个通常也是正文是12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，就是现在就一个题外话啊，比如说一，然后二三四，反正就这样子吧。然后我通常我有一张纸，通常就是说，当然不是我弄的那张。比如说这个12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21就是说反正就是然后这个是多少？2436这样子，能懂吗？这个意思。然后再下来什么？对，48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所有的字号字体对吧？就是原这个大，然后打印出来，然后你最后就看到，比如说我这个 A4，那你。就目测那张纸来看，说，哦，我这个字体我现在要用这个大小，那这个大小几号？可能是说这个刚是好像是几号？我看一下，21号，那我可能就用21号的字体，懂了吧？那你们可以弄一下这样子的字体，如果是说你们太懒不知道怎么弄行吧，我再开一个视频给你们弄一遍啊。反正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没法完全讲了。这一集我们目标是完成这个东西啊，好吧，好，那一个再下来，那这种撞式切面的话，完全就是看你怎么去分割了啊。好，那一个回到这边过来，然后这两个啊，通常字体是这样子的，我一样，我还是会分图层。那首先是这样子，那一个，这样，通常是这样。那这个 background 就是说这模块，我通常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会分得更细，就是说那一个，我分得会更细，就是那一个什么，就是不同页数，比如说三折页，那我可能是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子，我会分得很细。那今天的话，我就随便分一分吧。然后这个下来，我一样，我通常是同一个色了，我不会换颜色。然后这时候这下来就文字，可能是那个，这个，这个就可能那个 text 对吧？文字对吧？也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下来啊，然后再下来呢就，好，那个哦，那不用那个，我们就12就可以了，反正就是，反正也可以这样子，那一个，三字经吧，可以。我们随便的一个三字经吧，可以吧？
没问题吧？好，那一个我们就随便一个字啊，我知道你们不很介意的啊，反正就有个东西，我们就啊，因为我电脑字体不是很全了，因为我很少做平面上面的东西，我基本上都这样子。然后这时候你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五是多少？对，左右两边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去设一个行距，还有间距是怎么去设？那这时候首先，反正你们可以把这个给对准啊，就可以这样子拉个辅助线，看一下上下有没有差，有没有差不多？你看我启用哈。我弄了这个，那就比较短了，对吧？那我就 Ctrl Z 把它还原回去，往高拉一点。好，这个回来正文啊，character，那你们自己选。那我教你们主要是几个东西，一个是这个，通常选这个第四个，为什么？对，左右两边都是对齐的，本来是这样子，你看右边没有对齐，然后通常选这个。好，那一个再下来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再下来 character，对。Cut，然后这时候下来的话，这个是什么字体大小，对吧？就在十二，你看，然后再下来，通常是1.5倍行距，也就是说十二，那十二乘以除以1.5倍嘛，对吧？1.5倍的话，那12乘以1.5，那也就18啊，对，能看懂吗？也就是说这个距离看给人看是最舒适的。好，那一个再下来，我们要该怎么做？对，其实也就对，然后你们懂的呗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多临摹一点这样子这些的一个模板，对吧？你们可以上网找，然后变成自己一个数据库。然后你有这个数据库以后吧，你看到其实这些词干其实做都很简单啊。反正就基本上先给你们讲一些最实用的东西，反正最实用的东西你们能搞定了，后面那些东西都很好弄。当然我现在抠是比较丑的哈，你们可以弄得好看一点，稍微的好看一点，完全那个没有问题的。好。那个再下来，那字这些我就不打了哈。这时候像这种的，对吧？标题也是一样。比如说啊，还是给你们做一遍吧啊。比如说我在这里打啊，然后以人为本，然后这样子一个对吧？100%，然后什么专业什么的，专业八八八八八八八啊，懂了吧？OK，然后一样那个红色的，好。那这样子，第一页我们大致就完成了，对吗？可能是说你们现在觉得，哎，怎么效果差这么多？对呀，因为我字体什么没有细调，这还不正常嘛。然后你看，按着 Alt 直接复制三个，然后自己改内容。好的，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没错的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画第二个东西。那你看到我们这里，它刚好这里是这里，端点在这，对吧？那个 peak 就那个。尖尖的点，我英语叫这个然后好，我们叫那个就这样子拉过来吧，行吧？然后这里一样画，我们就大概来弄一下这个吧，可以吧？不好意思，点错工具了。好，点一下钢笔 P，然后点一下哈，对，拉出来。记得有时候你们点的时候嘛，对吧？啊，这时候一定要百分百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说50的话，对，透它就变色。变色了，变色了啊，变色了，对，对，所以呢，你看它这也是，所以说这里没有透底，有原因的哈。那个回去刚刚那个，你们去拉一个新的模块的时候，记得，比如说你看到左右两边这两个是那个贴合的嘛，对吧？记得开始的时候不要选共有的那根线开始，一定要选另外一边来开始，不然的话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我一开始选这个点，对吧？它就有时候会没法，就是说会被那一个取代掉，就是说那一个怎么说会容易有那种小操作问题，就比如说突然两个点对吧，你没有重叠的嘛对吧，突然就点共有化，应该是叫共有化对，所以就大概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再下来我们继续，好，那个点一下这个，然后按着 Alt 对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对，我懒得再打字，打字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说，我上这个东西，然后一直给你们打。那你看它这个其实有点，不是很专业，为什么？你看这里十八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对，你看我十八，对，它有按照这个规律，你看大概差不多。现在可能是它点阵图，那可能差别有点那个。那它这里它应该用回去十二，对吧？那这就是一个平面设计的一个你们应该有的一个知识，就是这些了啊。反正就是对，然后再下来，当然。我们不应该这么快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对，还有一段，那我们就大概弄一个差不多的，好吧？然后十二，那十二，它这个弄的会比较小点，因为三折页是可以用八了，但通常我不建议用八，而且我通常原则就是说这个啊，好不？我通常原则就是说一定要1.5，
那他这个可能是为了排版而排版嘛？那你们自己，我觉得你们有，就是说做自己事情，你们肯定也是比较有那个耐心的，而且也比较用心的，对吧？正常嘛，人都自私的嘛，对吧？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那个别的意思啊，人自私很正常的，要坦诚一点啊，真小人不伪君子啊。然后再下来，这个东西我们有了，对吧？那通常这样子群组，那这时候你们想怎么记得 layer 这里，我就不再告诉你们说怎么分组了。你们以后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。我现在教你们，我就没有弄这个，但是我平常自己做，我完全是按着这个习惯来的，我基本上不会搞。为什么？我找东西的时候我很好找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个原因而已，没有别的。好，这个通常其实我在这里也会拉一个0.5的小块去做一个隔线，但今天由于就其实就这样子再拉一个，就为什么呢？对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初血位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什么，就是那比如说我这0.5，对吧？你可以理解为那个初血位，反正都可以啊，没有差别。所以呢，看你们自己吧。反正这些，我觉得就是说减少自己出错的一个习惯，这些都很重要。好。那一个，我们再下来，这个字我们就不弄了吧，我再教你们去弄这个吧，好吧？这个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你点一下这个，形状工具，点一下五角星，double click，double click 就是说那个不 double click，就是说双击一下，点一下六啊，这是六角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错，这个另外一个，然后这对六。OK，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样渐变工具，所以你懂了吧？其实如果是你不是说专业做平面的，如果是复杂图形，你肯定也是用 PS 做，你不会拿那个 AI 来做像这么多渐变或者很变态图形。有的话，我觉得你自己去买一个正版吧，正版也不贵，说实话，就是说有时候互相支持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比如说那个，我觉得就是说反正就有些可以买一买正版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。对。好，那个你看，我现在就抽取我点的这个，然后抽取这个颜色，对，我就可以这样子了。那这时候啊，我按的在右边了，没关系，直接往这个点左击，往，对，先拉回去，再点一下拉回来。哎，对，它是左右渐变，那好像看它外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边了，那我们点回去边这个东西，我们再点一个红色，点一个红色，哎，你看好像有点细节了，好像，然后点二，对吧？这些东西，对吧？你要想，我每次画一个图形的时候要用什么工具？哎，这时候尖在上面，这个东西放到边上，放到边上。哎，你看到这个图片一变，再点左键，再按住 Shift，对，规整的转，就这样子。OK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module，反正现在你看我在 test，但其实这时候我肯定会分那个图层啊，地的图层图层。好，这时候下来就是这样子了，基本上啊，就这样吧，好，那一个我先这样子，好吧，然后点一个这个线不要，然后点一个白色，好，这个白色块我已经完成了，对吧？好，再下来我们做这个小，好，也是一样那个小块，哎，电脑也完成了，再下来再这样子拉一下，好，那一个 OK，当然这个是白色底的，我们把这个通常，对，这样。然后其实是不是很快？可能你可以说操作熟练，但这个操作，那你看现在做的东西都很快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训练量的问题啊。你们训练自然快的时候，自然就能做到。这个不要追求快，先追求质，先有质再有量啊，质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再这样子下来，哎，OK，那你看好了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再往下，再按着 ALT，然后往下拉，对吧？往下拉，哎，对准了，哎，三个直线，哎，你看。是不是很快就完成了？对，其实真，说实话，真的挺快的，这些真的不难做。那你看现在位置没对准啊，这些都是小问题。就是说抠这种细节是最后再抠，不要上来就抠这种细节啊。毕竟那个大家文化人啊，对吧？抠这种细节通常就有点吹毛求疵，我觉得哈。然后再下来，要知道我目的是什么啊，这个也很清楚。好，那个再下来红色，来，我们再选一个红色，好的。再选一个红色，那这个底这次会用，为什么我看到这里它折了一下，所以说它这个应该是一个红底，然后上面会在各种透啊，可能用不同颜色，然后去进行各种透，那这个我们等会再来研究一下怎么去弄，反正一个红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每个人做的方法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个再下来的时候，那这里可能就一块，这里是一块。因为这个东西，每个人视觉的感觉不一样，那看自己怎么去拆咯，这个就没有关系啊。然后再下来，基本上就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对，然后对准，哎，你看这个正三角，然后一样，
不要再贡献开始，非贡献啊，你看这时候就可以再贡献，哎，你看对，这时候再回去贡献，哎，你看两个，然后一共同选上 transparency 50%，哎，你看到好像有点小效果，好像，哎，这时候我挪过来看一下先，诶，好，我只选上一个，OK，没有关系，哎，过来。好的，有点低，我们往下拉一点啊。AI 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，你看没有对齐，很正常。有时候即使你看我刚刚拉的时候是对齐了，但是你有时候放这么大，它的对齐工具很正常，都会这样子。那你看，都会，对，你看，没对齐。然后这个红色，对，颜色上面的话，好的，那这时候我就知道了，这个块，那这里是折下来的，就是要靠这样子。我再来一遍。通常要在别的地方开始，但现在好像没得选啊。好的，看来要再画一遍了，就像刚刚那样子会没那个点，那这时候也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来，这时候这样，再回去，再选，然后这个颜色我们可能选70%就可以了。好，70有渐变对吧？那就是说我们本身的这个块，那肯定也是有渐变的对吧？那你看，我们再点一下刚刚弄的这个红色，哎，你看对，渐变是不是出来了？对，很简单吧？然后这个颜色，你看它有点红边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一样呗，给它弄个红边呗。反正这种做的方法很多种，我这个不是最标准的，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啊。反正就是说个人有个人做的一个方法啊。然后再下来，我们就做一个别的部分吧，好吧？别的，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，这里是一个黑色的部分，那我们可能就这次就这里这样吧。然后就这样。我真的是随便猜快的，先告诉你们了啊。但正常猜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没有下那个原文件，我就真的就目测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做啊。当代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黑色可能有点黑色渐变的，它这个，那黑色渐变我们就来个黑色渐变吧，好吧？它应该是黑色渐变，说没有原稿真的说不准。因为做这个方法做久了，直接试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一个这个也完成了，那就一个小块，对吧？小块的话呢，就一样这样子把它拉回去。哎，你看，直接就有这个效果了。这个可能有点，应该是它应该还要旋转90度，然后这个好像不够浅，对，我弄个浅一点的，然后这个弄一个深一点的，90度好像不够，180。180不行，那就是120，-90，那就90了呗，生死-90还是90？对，深色的在下面，我想，然后这个好像还是透明度好像有点高了，太低了，高啊低对啊高低了啊，反正就是不那么透明，现在要，因为下面这里深的，上面这里比较浅，我看到这里是这样子。比较浅，或者这个颜色反正有待商议吧，我觉得搞一70吧，再深一点，然后呢再下来我们就弄一个这个让它去底层吧，a branch to the back，对，去底层，然后我们再上来在它上面再弄一个渐变层吧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那一个再下来红色，好，但尽量记得不要在一个共同点开始，不然容易出问题。好，那一个我们继续下来，然后点一下，哎，我是大概这么猜啊，你们自己看，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我可能选这吧，然后再下来，因为它这个有点那一个，有点乱，它这个啊，不过也是我自己选的啊，不能怪别人，怪自己啊。好，那个再下来一样，然后我们就弄一下这个红色。好，再来一个红色，好吧？OK，看到了，可以了，好像是深红色，行吧，反正就你们懂的，就是靠这个叠加效果，然后去得出一个最终的，就得出一个跟它，你可以反正把它改也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个再下来吧，反正这边不是，它这有一条红边的，反正这个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，我现在没完全对准了，反正就是。做法就是这么做就是了，你们只要能做到，就是说一个东西你们判断好它是怎么样做就可以了。我觉得180，180不是，那就试一下负180呗。
富裕宝宝不是，富九十，OK，行吧。然后这里红色我想少一点啊，这样子吧，可以吧？然后再加一个透明度，透明度可能就70吧。哎，你看，可能差不多啊。然后可能我这个深一点啊，这个反正再调整就好了，这个不是很重要。然后再下来再弄一条尖，对吧？这一个尖，小尖尖，小尖尖的话，反正就是这个部分是吧？这里。那行吧，大概知道怎么做。这里，这样吧，反正现在弄，反正这个真的看起来会有点乱，这是事实啊。好，那一个再下来，OK，然后再这次再弄一个稍微浅一点红色。当然你不要像我这么懒，说每次用同一个，其实它这个红色应该要浅一点的，不应该像我。这样子浅一点，对，其实应该这样子。你看浅一点，它这个立体效果就直接这样出来了。然后最后可能在这个地方再加一条小红边，对吧？加一条红边啦，这样子一个红边啊，行吧。然后红边这样子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弄一个渐变，对吧？但我们就一个90度，对，一边深色一点。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提取一个跟上面比较接近的红色，行吧？好的，有点太深了。OK，这样子一个比较接近的红色，我们把那个边给取消了先，这个红边给取消了。OK，那这样子就你看有点红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红给拉远一点，对吧？可以吧？OK，当然它这个就真的整条红边了，再盖一下。好，那个就最后这里就一张图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一样吧，我们把这个给还是有这个习惯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们 Ctrl G。先把它分组，分在一个组，然后往下拉，对，往下拉，然后放进去，Control Shift 加 G，为什么？截组，对，截组。那这时候我们第一个就做完了，其实很快。如果是照抄的话当然不要说我教你的哈，这些东西你们懂的。现在很多东西怎么讲正版啊，原创啊，懂吧？原创，好吃好吃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。有机会行的话，还是我觉得还是要教别人的，不能说老自己藏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个再下来，不好意思，Control X，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图层 Test，再 Control V，你看它在这里，那我们把它挪上去，保存到最上层的，记得，所以说通常 Background 就这种格子，通常是在下面的，对吧？那对这个的话，图块你不用按照我的方法来做，反正我就告诉你，就是说一个底色，然后不能快，你就弄一个你喜欢的效果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就好了，差别不会很大。然后这时候字要在上面，为什么？你看到通常都是有底图嘛，字最后才放字嘛，然后字再看怎么调整嘛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另外一个小功能，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？好。那一个下面那个做法，反正好像你们也懂了，我就不讲那么多了。好，那一个我就另外再给你们讲一个，比如说这次这样子，我想弄比如说这样子，对，我这样子，你看到它，对，这里就盖住了。我想说它沿着这里走行不行？可以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怎么去做呢？那首先我们这样子，钢笔工具对吧？然后一样，记得这时候拉好辅助线哦。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沿着它差不多一个对，差不多这样子一个对一个块对吧？当然你们拉的时候拉好点啊，记得啊哈。然后这时候下来，我们可能就这样子，Ctrl C 对吧？Ctrl C 要再下来呢，这个 T 点一下这个小格子，然后选一下这个 Virtual Area Tools 啊，不是第二个 Area Type Tools，然后选一下，然后点一下。不要点这个块，点这个小点。哎，你看到对，点一下这个小点，对哦，四个角小点，不要点那个块。哎，你看对，它就完全可以没问题了。反正这些东西，你们都可以照样用这些完全是共通的然后这时候点一下 A，对，选一下一，选一下二，这样子往上挪。哎，你看到对的，是的。你看，就是说它完全沿着这个来做，那这时候我想1.5倍行距可不可以？完全没有问题。但其实这个已经1.5倍，你可以再弄大一点啊什么的，完全没问题。因为你看到现在这个的话就基本上这样了，很简单。
是不是？其实像这些的，你们照模就能画出来了。你们也可以下那个原文档啊，反正就是说你们也可以直接下这个素材自己用了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AI 的，我刚刚也没看，反正就按着这个我做了一遍给你们看，反正就这么做啊。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三折页。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。在下一个应该再找一，我等会或者就再找一个三折页，然后再做一遍，然后找一个不一样一点看看。好，那一个课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喜欢的可以加我微信直接问我也可以，方便交流嘛，都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